下面结账，上面就更会亮了，不用不需要再插卡取电。就是还有就是它通过红外线的那种人体温度，就是还有几个人出去之后没有人体温，它会自动关灯。嗯，很漂亮哦。天啊！哇！这是个灯顶房，就是如果是特色的话，就是它会有日本风格，并不通过锁国的话，就是然后拿个日系套的你，住的。但是大位置都是不一样的，只是设置房间的，哎，这是就是普通的家庭房的设计，应该就是在做一点日系风的设计。厨房啊，那是厨房，那后面的大概是什么？厨房在后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打开是厨房啊，出去就是门嘞，就出去嘞，或者是厕所。哇，那是谁？黄爱丽啊，你住这里呀、啊？你住这里吗？干什么？你说这个一个晚上要多少钱？7500。7500啊！啊，漂亮漂亮，这个应该也。这个花呢，我们也是这样子的，只有客房服务员来看花谢了，我们就会换花。我们有自己的花房。Hello， 临江房，这个江景房，江景房，和平饭店江景房，啊，是不是？一个晚上要7800块，我们的江景房还是比较正宗的，正宗的看到一条大街。这个房间是最精致的，看的是最精致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还有一个什么证呢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有一个，一个人，那你在哪里？哎，怎么见了？
啊，正是啊，这样子啊。